对面是他刚刚的队友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那看起来非常有希望啊，他一个二连败啊，打压速啊，我又没有五十攻击，是要借啊，可能直接再玩吧，再来再去攻击别人，嗨嗨，刚刚的牛，好去对面了，哎呦，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台湾内战冠军赛啊，哪有那么希望？我那么希望就被摸死嘴，什么东西？你要跟我睡？被你吃哎！哦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梦，就是看到总决赛，总决赛是两队台湾队。哦，这估计是 S 八七的时候吧？哇，叠叠是我啊 ！S 八七，不要骗我啊！我不叠是我怎么晕人啊？不要骗嘛，不要那么凶嘛，给点机会嘛。如果边走边喷，我走过去，感觉大家可以吃早餐、欸。听我们这边早餐还蛮好吃的。哪一边啊？在凶什么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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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这露露很聪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智商也是不低的。干林老师，干！我会。为什么草人不见？我记得有一个草人没闪没点燃。哇，超靠背、欸，他交闪跟点燃上来说。我刚以为他在下路哎、欸。你好。他被我们赶出去之后，然后就过来找我，他妈也太扯了。这其实没有很难，比较复杂的是那些特效什么的，每个有不同的做法。没关系，反正林北就跟露露互弄。路跑游戏不知道。哎，会了就可以帮大家剪片了，耶！耶！剪不算外快了。傻路，他没闪没点燃、啊，你只要 Q 到他，应该就要死。好险，这露露没有打很凶，没事。蜘蛛在上哦。嗯。为什么他有蓝啊？
谁？草人啊！草人是不是偷吃？偷吃啊！对啊，应该偷吃吧。偷吃，可是我们刚刚不是先开？没有，他没有开耶。我看我男真的是夸张。对啊，正常。小心蜘蛛，你把他杀了、啊。杀了。好溜哦！妈的，还是你其实跟我有，其实你跟我有心结。我们下路从来都没有杀过人。啊，因为你刚刚就是叫我选我，我要怎么死？我操！我错。死了，我都直接跳出来等。妈的，在那边。是啊，我这个相中你玩不了。但是我刚刚安妮玩的也没有到很，可是我没有杀过人啊。啊，刚刚哪有办法？就有伊芙琳。然后趁这段时间，你就放伊芙琳出来。哦，所以重点是伊芙琳。对吗？懂。每次上去我们就被反杀就。妈，这边空线，操你妈的！嗯，其实我觉得要看 AD。谁操控？太贱了！我没 TP 了，可是我有大绝。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道理。他妈的，嘴炮狗！要大的时候尖叫，好吧？嗯 ，OK。就我觉得他蹲那边，他好像会死哎、欸，你只要 Q 到他就死、欸。哎、欸，靠！两人是不是比较快？没有啊，他撞墙，阿姨撞墙，我一撞就杀歪了。两个人比较好找到的，两个人要过一个人，一个人要过一个人简单。哦，没有防补者啊，那个五费叫嘲讽的那个，死掉还掉一只嘲讽过来。TP 下去了。上路，上路。OK，Nice。TP 中路而已。别吧，这可以杀吧？那你赶紧杀吧！哇！别，打起来会死。W 技踩一下。哦。悬念。
嗯，蜘蛛在场。蜘蛛在上。好，谢谢订阅。好 ，nice。哎，没事啊。七秒大绝，七秒大绝。抱歉。你们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没有，没有。确定。我这个手速超屌，自爽欸。他妈这玩意吃泡面要品啊，有没有品啊？Okay 啊、我赢超多，怎么赢嘞？我是 GP， 拜托、哦，我的 GP 真的是毋庸置疑的，猛猛猛，猛啊，猛的猛的，超猛，稳稳稳，这场真的是给拱哎，真的。我打妹子，真的假的？好，看起来是。那露露，对啊。别忘记，曾经也有人叫练吉尔。说假妹子就对了。哦。他虚弱到我啊！他虚弱到我啊！他虚弱我啊！林罗。干我的！哎，算了，还是换掉了。W 刚没按到，按太慢。是不是？好，赢了。再一个 QR。哇，换一个不 Q 哎、欸。七秒，七秒。哇，你们两个铜牌，对不对？我给他了。没办法了，没闪。他不是他从后面来，太扯。说草人啊，对啊，他从我们家出来。好久没听到默许唱歌了，波浪服默许是不是该来个合唱？太晚了，七六还行啊，等下就看我凯瑞。你说我们家两座塔呀、啊？谁？哦哦，痛！痛啊！我死了！太扯了吧！八六八六，靠你凯瑞了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哎、欸，你们被夹，要帮他要帮他要帮他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不，那个不走。我操嘞！
靠北，中路其实输有点多哎、欸。这个踩空哎、欸，好踩空啊！我现在才看到中路输两队，好惨啊、喔！为什么啊？别问啊！其他也只死一次啊！中路输两等哎，为什么、啊？输了50只 CS， 三个头输两等。对啊，他可能一直跑线都没有吃到他，一招都没有，兵是不是都被那个贼局吃光？没仔细看他刚刚做了什么。嗯，没关系，我继续靠。真是无聊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！在抓小，缓慢的开上去，他最明显的那种。抓鸟是吗？多大？多大有 TP？ 哎，还跑什么线啊？别乱跑啊！中路一直不熟，他会死吗？我看起来是摔下去，没死应该可以吧？接下来就是来玩的。我们就是那个老小龙了。40秒，你们视野抢得起来吗？没办法，我一个人，我连出去都不敢出去抢。主要其实我们会战张力是比较烂，讲实在话，我们会战要等。戴安娜够肥，看起来还不够。而且你们要抓好草人的位置。妈，这个不一定要守，其实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条。他们还没开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他们还找不到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拿塔就好了。哇，好快哦！天哪！都不见了。好、哦。哎、欸、干！干，我被偷袭了啦！啊，那个！啊，爆了！妈的，这下快！妈的，杀最多的，然后下周是不是要去打？大家都在弄啊，对啊，没位置可以去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。这样也比较好一点。需要有人在你后面。那个牙术就没办法做什么。
这个人。喂。就在这边。我饿了。感觉可以抓、欸。蜘蛛在上。请问亚瑟是什么等级那么高？我这个晕就在等你进来啊！欸，都上去了，都上去了！干你老师嘞，这蜘蛛也太痛了吧！哇！靠你凯瑞的洗衣笔记，蜘蛛超痛哎、欸！欸，你们会赢，虚弱 ，nice， 有 Q， 好阿紫，漂亮！你爸长得像鱼人，哇，超痛哎、欸！小心小心小心退！哇哇，黑盾给他！我有 TP 哦，我 TP， 我有 TP， 我有 TP。干超痛！哎，亚树的那个风算是物攻的还是？物攻啊，物攻。所以我的黑盾，黑盾可以吗？好像还是会飞起来，可是好像不会被控制到，印象中是这样。但刚那个伤害真的是超扯哎，蜘蛛，我瞎了。我每次的跑人都是正面的。嗯，他好像没有在跳过，对不对？我是个辣牛。就是你不会被击飞，可是他还是会打得出来的样子。Maybe， 真的是没有很喜欢亚素这个角色。他说崩又不崩，又让他出来。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这群人这么无聊，这么喜欢亚瑟。为什么他都一直乱晃？我都看不懂在干嘛。这卢卡根本他妈打不赢我，一直在那边烦。有没有国人啊？好久啊！打绝真的是不想丢他。哎，这边小心啊！我有大绝，露露应该有 TP。国人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国人。国人啊，求主啊 ，YY 起，解发。他说我是，都说我最烂的，大家加油吧。我们要向你们。23312是呗。加入可以走。咱们杀老外。哎，国人啊，你们几排啊？我们十个人。龙耀神哦，我有 TP， 应该是可以打这波，不然就拿塔换，因为刚刚露露还在下，对不对？嗯。他们几龙？三。一龙而已啦，三那塔啦。我以为二。拉掉拉掉，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。那也还好啊，先把塔拿掉。13312是呗。新娘还没去。AHQ 哎、欸，我先跳队啊。你、欸、看到开中喽，要来哦。好，帮、哦。可是我可以再继续推。
我有大支援，如果你们真的打起来的话。妹子，我从后面夹，我从后面夹。我加进去，我加进去。我们这里刚好五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盯草人，草人，草人，草人。十五人团。草人要跳了。我找不到啊，我进不去了。幺三三还是六三三？干！哇！不是吧？这样都可以输？被切开两边啊，他们去追另外一边。感觉刚刚稳赢那局哎，我都可以先把草人给秒了。他刚刚好像金人都没开出来。一三一二二三，守卫扣场丢帽弹。下四点钟桥，这波超亏！他刚完全没有任何人发现我在那边。哇，他没有用啊！我们后面那直接被我们 AD 好像直接。哪里？哎，是秒掉牙术，可是他们那个蜘蛛跟那个没有秒牙术啊，没有秒掉牙术啊。牙术跟那个太痛了啦，跟那个蜘蛛超恶心。那个伤害，刚秒草人一定是最好的、啊，因为他才有控制啊。没想到，好像马路边那一排有敌人啊，他又死了。他们在马路边那一排，我是真的最远的那种。我操！中塔就要放了，两个人碰撞了。拿车子了，打车长在啦，西游记，原来是大师兄啊！我杀掉了，杀掉蜘蛛了，而且我可以继续退。这边几个人？看到他们。OK。一边抓抓边抓边。我 TP 可是没到。干嘛？哇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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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这荒郊游啊！怎么了？大家怎么了？不是啊，他去送死。大家怎么了？我不够远，降落的地方我来。哦。哎呦。那个 ZG。他死了。我不想去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牙术好扛。啊，他不要开就守着就好，算了。看这江口真的是酱油整场哎、欸，讲实在话，没做到任何事。我在你们后面。看起来应该是车子，往东边走。打回来，真没看到我吗？刚刚塔下，然后不要出去。我在你们右边，我在你们右边，就推进去了。都没有防的。像我是说，我在一台车上面，里面有 AR， 还有散弹枪。刚玩个牙，还玩个雷克萨十二的。猛！哦，我17啊 ，OK 的。你17啊？嗯。当然啊，变现金都我拿，正常啊。天啊，才12！我选这只角色就是
就是要这样打、啊。可是他们也蛮……哎、欸，靠腰，我好像大绝又可以升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来打这个。行啊，想拉掉了。练了一整晚的枪法，终于要来。感觉我可以直接搭在那个金克斯头上就要死哎、欸！我往上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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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可以打一波，试试看。不要让他点那么爽，而且要尽快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怎么又一个去送？哦，哥哥，哦，这种路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出去？哎、欸，我们都还没打，就会有一个出去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晚玩啊？不是那个吗？不是，哎呦，你就变亚速啦！我等一下变亚速，然后我打中狗。哇！哇！好难玩哦。你不是被伊芙琳跟那个亚索打爆，连哎、欸、三场，中路伤害只打八千，哇、哦，好难玩哦！哎、欸，等，我嗨，听说来了，你讲他打八千而已、哦，对啊。